这主打母亲的爱，母亲系列。这一个甜点为什么会出现呢？因为他的孩子非常喜欢芋头的芋泥球，所以妈妈为了小朋友呢，特别去学，然后去。有点泛泪，好感人的。最后一趴就被对，特别挑选了大甲品质非常好的芋头，就把它蒸熟，然后再加入小农的鲜乳去制成的。那不只有原味，它中间还有加了草莓的，哇，草莓的可抢的，对，就把它包在里面。这个你不提早个十天两周订，你买不到，它只有网络预订。哦，而且妈妈一个人做，对，辛苦。妈妈一个人做，所以你要大量的，或者是对，一定要提早去买。那台中的朋友，你就可以去跟他店取这样子，来。哇，用心制作的。我来看看。妈妈最扎实的爱。你这个有折跟没折是一样的哦。看一下，可以。怎么样？这个哦，很妈妈哎，有这么妈的那种，很妈妈。朴实，有像妈妈的味道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个勾扎鼻的感觉，对，而且的感觉吗？而且这个不会让你觉得很贵或什么的，它三颗一组，780。翻脸了，跟蛋糕一样。没有啊，5000个而已。哦，不是啦，三颗一盒，55元。50同半价，对，很便宜，你有看到吗 ？CP 值很高。妈妈，我应该要装什么表情 ？Old school 的，是勾扎鼻的感觉，对，感觉真材实料，扎实的55，好香哦，吃会饱的那种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看起来好了吗？好热，来试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噔噔。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，对，反而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。对，来，先。然后你这样子，这样朴朴实实这样咬下去，它的切面有多么的漂亮。哎，它的草莓已经要跟外星一人发一颗好了。好，一人发一颗。我一口。Oh my gosh！ 其实吃也是一口吃哦。我一口女王，我喜欢一口吃。对。拿一个，特别跟各位提一下，这很难能可贵，就是因为是妈妈做给自己的小朋友吃，让你吃一份，所以就是没有添加防腐剂，也没有多余的人工香料，所以这个呢，你在保存上面就买了之后要赶快把它真的很松软哦，它切开真的好美。那我要吃糯糯的，内料很扎实哎，这草莓的，这个是乳，这个是乳酪，好香哦，真的是。勾扎鼻的人会喜欢这个。对啊，芋泥。啊，芋泥很香哎。哪一个草莓？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吃芋泥的。嗯，很绵密的芋头香。我真的一口哎。嗯。会不会消化不了？芋头很香，对不对？那草莓好融合哦。没想到芋头跟草莓。对，没有想到芋头跟草莓是搭，因为很少人会把它们做在一起。我吃的这个乳酪口味啊，因为它的奶香味好像。有 juicy， 把那个芋泥可能有一点怕太干的，这个就变得很滋润。嗯，因为有些人吃不喜欢吃芋头，是因为芋头它会太干，对，它有点沙沙的。它很聪明，它里面放草莓，草莓是有多汁的，有水分，而且这个好绵密，原味的，没有料的甜味，这就是阿北吃的，我觉得很适合他。因为老人家真的喜欢吃芋头，对，牙口不好，对，牙口不好很直接。这个我觉得对老人家是很推荐的。他们很喜欢吃芋头。天啊，真的好香哦！这个现在又不会太甜腻，把野餐的年龄层拉广了耶。嗯，对，好吃。这个芋头很香哎。你说这妈妈的味道确实没错，因为妈妈可能是顾及爷爷奶奶。嗯，这个研发出来是对老人家真好。嗯嗯，而且这是传统料理。而且你给小小朋友吃那种，你又不能给他们吃的有点太加工过，或者奶油类小朋友会比较少吃。对，像这种的太适合了。嗯，全家大小都可以吃，这个不错，好吃。